第三课最主要你今次考嘅范围就系分数嘅加减乘除，分数嘅加减乘除。咁你要记住咧，譬如好似第二题，第一题同第二题，佢哋嘅分别系咩呢？大家都系除数，分别就系咧，第二题个分子系有做紧加减运算。原来逢亲分子或者分母系有做加减运算嘅话咧，我哋想上下做约简，首先第一步要做乜嘢啊？common factor 系啦，就系要抽 common factor。咁分子咧，嗰两个 terms 嘅 common factor 系三 e，而剩翻嘅咧就系三 b 减 q，同唔同意？同意咯，嗬。好啦，原来我哋一定要 factorize 咗先，我哋再可以上下咁样做 cancellation，咁就变成为个四啦。咁所以呢一条第二题嘅 final answer 咧，就分子剩翻个三 b 减 q，而分母剩翻个四。而第一题，因为佢分数啦，分子分母系冇加减，佢可以直接揿计数机。好啦，嗱，计数机喺咪度？喺度，好，麻烦你帮我揿一揿，14/24会系多。over 十二。好，7/12，好啦，你答我。答案 S 应该系分子定分母？分子几多次方？冇，一啦，一即系唔使写啦。好，第二个 t 系分子定分母？冇，几多次方？三得唔得？你要决定佢最尾喺答案嘅分子分母就系放喺大嘅嗰一边。之後再考慮個次方會係幾多？OK，咁基本上全部都係咁做。咁呢度我哋唔會用太多時間去做。我哋睇一睇第五題，兩個份數相除，相乘我哋唔講嘅，都講一講啦，講一講啦。做咩？準備定計數機，準備定計數機。麻煩你幫我撳一撳呢四個數。运算完之后个答案应该系几多？净系呢四个数，运算完之后应该系几多？几多？我计到10/3喎。正确，正确。咁所以咧，我哋个答案里边必定会有10/3嘅。好啦，你慢慢睇，你答我，答案里边个 R 喺分子定分母？几多次方？六。好，答案里边个 T 喺分子定分母？分子好，几多次方？八，好，得唔得？嗯，好，咁啊，讲翻第五题，记住第五题系两个份数相除，咁第一步咧，一定系将佢写翻做份数相乘，而嘅处理方法咧，就系将后边嘅份数攞个倒数 （reciprocal），意思即系分子分母倒转。OK，好嗱，之后你做俾我睇啦，即系都系啦，同头先一样，计下啲数字，运算完会系几多？呢度下面呢第五题，点解写到下边嘅？哦，系喎，定系走咗位啊？我以为做下题先，你做先，第五题。
你做第五题俾我睇。咦？你知啲咩嚟噶？哦，系啊。两个分数使唔使加括号噶？个分数使唔使加括号？揿机嘅时间系咪？嗯哼。嗱，揿机嘅时间你可能系咁揿嘅。吓，因为呢两个分线嚟噶嘛，代表。嗯哼。系咯，咁一揿，咁揿就 OK 噶啦，唔使加括号。15 over 4正确啊，继续啊。继续啊！做完啦，系咪？好 ，good， 答案啱嘅，答案啱嘅。好，之后第六题，第六题。嗱，我写少少嘢俾你睇，但系咧，麻烦你谂定条数之后点做。我幫你寫的那一步就是怎樣呢？就是我會將這個是個除號來的變回做乘。好了，之後這裡有兩個分數，有兩個分數，即是有兩個分子，兩個分母，不夠位寫的。哦，那不要緊，很簡單而已。那就夠位寫咯。有四个分子分母，原来我哋要尽量将佢哋各自做 factorize。嗯哼。诶 ，OK， 系啦，系啦。嗯。第一个有冇得 factorize？有啊。factor 成点？如果你难写，你不如你读我写啦。写写唔写？点啊？写唔写到？写唔到？我见唔到，我见唔到。我写，我写，我写。好，你写，你写。我写第一个咯。哇，好粗啊，唔得。好粗，好粗，好粗，真系好粗。最劲啲，仲要对我嚟讲系劲啲呢个系。OK。好，第二嚿有冇得 factorize？ 第二嚿冇，冇啊，照抄啦。我咁我写啦。第三嚿有冇得 factorize？第三嚿都冇，都冇就错啦。啊，冇冇有有。咁你写啊？好，第四嚿咧？有嘅。OK。好啦，嗱，咁之后我哋就可以开始查。我估到啦，已经系。好啦，嗱，咁啊，呢两嚿系类似啦，系咪？而呢两嚿又系类似，点解我会话类似啊？我估到啦。好啦，嗱，你得嘅你试下，得嘅你试下写答案。啊！我想做呢啲啊。咩话？我想做呢啲嘢，成日都要个符号好烦，即系啲符号好烦，然后喺度搞嚟搞去啊！我话你听，听日你一定要做呢一啲嘅，系一定要考，一定会考呢一啲。咁我应该符边度咧？我唔提你住啊，你自己考虑下啦。我想问紫色嗰两嚿，紫色嗰两嚿。是不是可以查？我想想哪个是符号？无所谓。是，但我想想哪个符号？那 一般我们摆份子咯。哦，那这个咯。那类似了，
绿色嗰两嚿系咪又系可以炒？系咪有个负一啊？嗯，系咪啊？嗯，好啦，你试下将个答案写喺下边呢一个位置。你试下。嗯。你试下写下答案。咁应该变咗做正喎，应该。系啦，嗰两个负咧，原来我哋做完咧会抵消咗。仲有七 R 减三。啊，系我睇唔，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查翻好得唔得？其实听日咩？咩咩咩？其实听日你做呢一，即系你做呢一类题目咧，你最紧要小心系嗰啲 factorize 同埋嗰啲约嘅时间嗰啲正负号嘅啫。哦，我真嗰啲啦，真啊！呢课系唔算难嘅，呢课系唔算难，但系前呢几课都好多负。嗱，之后我哋又继续再讲啦，即系呢度我哋做练习啦，系咪？好啦，之后两个份数嘅加减，两个份数嘅加减，嗯。我想我要做九同十啦。好啦，嗱，原来呢加减我哋必定是要通分母的。咁呢度搵唔到啲再容易少少㗎啦，即係因为有啲有机会係容易少少嘅。咁呢度通分母呢反而呢一个就唔使諗嘅。你知唔知身係啦，个身份母你唔使諗嘅，直接成嘅啫。但是譬如呢上面你是不是都要写的帮我写你真的。Good 是什么呢就是啲括号、啊。OK, 记住一定要写一啲括号。好继续下去。哇救命。今天有排哎呀。有排计呀咁就。好快嘅啫，嗱，等先，下面咧我唔想整佢啊，我唔整佢，唔好整咯，唔好整，系真系唔整嘅，真系唔成开嘅。你整完出嚟又发翻去咧，变咗系咯？唔系啊，唔成开系有原因嘅。唔系你，因为你成开嘅意思系又约翻去咁。系啦，因为有个可能性，就系、是、你做晒之后，分子分母可能仲有得。弱揀的，所以我們不會乘開去的。 OK， 因為這樣的，是的，斷筆啊，你知道嗎？是斷了。 OK， 答案就是這樣，正確沒問題。好，你試試做一做第十題。耶，哇，那都是就這樣乘而已。嗯非常好啦，系啊，留意啲正负号，知唔知？嗯。哇，条线系咩事啊？最后分子系几多？有啲系，哦，好得唔得？好。吓，个答案应该呢个都点样写咧？其实这个答案已经 OK 了。这个答案已经 OK 了。如果你说你不想要这个符号，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将个符号给分母两个括号里面的任意一个。但我们未必需要这样做的，是这一条数里面。勉强我们会接受这个答案，行不行？勉强。是啊，真的勉強接受，即未必需要，因為它不算太過分了。
勉强接受，笑死！好嗱，第十一条咧，哇！第十一条我谂同同唔同你做好咧？第十一条做下咯，唔好啦，唔好做呢条住啦，都系我哋做下边嗰啲，我哋做下边嗰啲。嗱呢啲你好多唔使教嘅，会考啊咁样。诶、欸、会啊会啊，你另外 send 俾我嗰份都有类似嘅题目。第十一題，好驚啊！咁算啦，咁做啦，做啦，做啦。因為如果唔係，我未同你做另外嗰份啊嘛。好嗱，就咁嘅。複雜，好似好複雜。之前有次又做呢啲嘢。嗱，你要有個諗法就係咩咧？好似好複雜 ，OK。但係咧，總會計到噶嘛。我俾個提示俾你。你留我哋應該會留意到咧，啊啲 x y 有一啲係有二次方嘅，啲 x y 有一啲會係有二次方嘅。咁我哋會點做咧？原來我哋會將佢俾我哋嘅呢個資料，呢、這個資料嚟噶嘛。其實我哋會調一調位，變成為咁一款。得唔得？而之后叫你等阵先啦，点解咁得意嘅佢个款？真系做到咩？是但，定系 x 减六定二唔系？然之后我哋会将佢两边二次方咗佢。这个做法你不应该太惊讶的了，我做过两三次给你看的了，这一类数你几时有做过？有当然有啦，两三堂之前咯。上次跟你说话我做过给你看，你又说没有，当然有啦。那个来的吗？这个是、啊、类似都 是那些来的啦。不是 我经常都忘记那个什么来的，那个为什么我经常都忘记的？但其实呢有另外一做法的，这一条其实这一条如果放在这一课是未必想我们这样做。你之前不是我说你之前不是我说我没做过，但是其实 他可能想我们这样做。这一次这一次他可能想我们这样做。我觉得可能是的，但上次你有上次我说你没 notes， 基本上都没 notes， 然后你说我教过，那是什么来的？应该睇啦，有啊有啊，准备咗你放心。我唔记得咗啊。你放心啦，准备咗啊。嗯 ，OK。我唔记得咗。嗱，你知唔知我写呢个系点出嚟噶？哇！知唔知呢一个点出嚟噶？知嘅。知嘅系咪？好嗱，而然之后咧，咁就 good 啦，因为我哋可以考埋你上两课嘅一啲。咁歪咧，识唔识？识唔识 expand？ 咁歪咧，去咗边啊？哦，咁歪咪抄漏咗，系啊，抄漏咗。咁歪。哦。蓝色黑咧要。咁咪要通？咁咪有通频冇嘅咩？唔使咁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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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唔使咁急。OK。蓝色我 highlight 咗嗰嚿，乘开会系点？这个第一课三十六加24哇加24啊哦减24歪减24歪再加4歪 square 咁呢度成嚿咪除4咯，其余呢啲可能照抄，好啦，嗱，但系对于呢一嚿，我可能唔照抄啦，因为我会将佢 factorize。嗯，见唔见到？嗯，其实类似嘅嘢咧，前边第一嚿我哋转头都会咁做，同埋我会将呢一个咧最尾呢个乘开佢。点解嘅？因为我哋明知道转头我哋系要
將啲嘢加加減減會抵消曬嘅，好多嘢會，得唔得？哇！好得唔得？好啦，嗱，我寫少一步，我寫呢一步，你知唔知點出嚟嘅？知道。啊，就係、是、全部將第一嚿嗰個份數全部除翻曬四啊嘛，或者抽咗個四出嚟同下邊嗰個約咗啊嘛。咁點樣點樣抽四？哦，即係成點樣除四法噶？好嗱，如果你咁问，冇办法啦，咁我要写啦。呢一度，即系我将个四抽出嚟咯，咁样 factor 嚟噶嘛个四。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咁之后将个四上下约咗咯。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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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好啦，嗱，之后，咁你冇晒份数，冇晒成咯，咁我咪直接将所有嘢写开晒佢咯。而我哋會最緊要就係冇曬啲分數喺度，係啦，又或者冇曬啲 X， 剩翻曬啲 Y 啊 ，Y 二次啊，嗱，好長嘅，好長嘅。原因係因為即係呢一樣考就約曬，係啦。原因係因為我一路都冇刻意做化簡，嚇好長堅長。嗱，原因係因為我一路做嘅時間，我冇刻意做化簡，咁所以而家我哋一次過化。加歪就减咪冇咗咯。咁你会发觉好多嘢会冇咗嘅，橙色嗰个冇咗，橙色冇晒，吓 ，Y 剩翻一个 Y，Y 仲有喺度 ，Y 剩翻一个 Y 系加定减？系加嘅。好，真系噶？诶，唔系咩？又真系喎？点解嘅？三。加 Y 啊，系啊，三加 Y 我哋唔知几多噶喎，我中间有冇抄错嘢嘅其实？三加 Y 就咁 Y 咯，系就咁 Y， 诶系喎，咩三加 Y 啊？咩意思啊？你等阵先啊，我睇一睇有冇中间有冇啲咩问题出现咗先。因为条数好似有啲问题。减六，减六加二 y， 减 y 加六 y。哦 ，sorry， 我知咩事啦？我嘅问题，呢度冇个二嘅，见唔见到？哦 ，OK。呢度冇个二啊，约咗啊嘛。好啦 ，sorry 啊。OK。咁所以咧，呢一个就应该系。减三加 y， 而后边就净系加 y， 哎呀，我需要约晒啦，所以咪三咯。哎呀，咁肉酸嘅，点解？拆咗佢啦，咁拆咗佢算啦。好啦，咁所以咧，好核突我噶啦，咁样，真就下啦。你 OK， 悭翻啲时间啊。Fine, okay.所以啲 Y 都約曬，答案就會係六。我以為你喺上面要寫啲乜嘢。唔係，好唔好 OK 啊 ？OK 啊。嚇，咁答案就係六。而我哋亦都係頭先，我哋如果計出嚟答案係有 Y 咧，我哋應該係有啲疑問，因為答案係 final value， 咁所以應該淨係一個數目字嚟。嗯。得唔得？好啦，嗱，想同你做少少呢一課嘅 MC。想跟你做少少呢一課嘅 MC， 咁不過咧，最主要咧，其實就係會講做嘅方法，啊，會講得可能快少少嘅，你太快同我講，嗱，sorry， 咁上次之前要 program 一係咩啊 ？program 一咧係計 ratio 噶嘛，記唔記得？依家有機會我去提翻啦，好啦。好啊，第17题你会见到咧，佢叫我哋 simplify 啦。原先个分母系12 Q 啊嘛。哦，即系抽个四，即系抽个四 Q 出嚟。系，咁所以咪嗱嗱声抽个四 Q 出嚟咯。咁你就会见到咧。2E 减 5C。50C 系咪 50C？ 吓，就会系咁啊嘛。咁所以先会上下约噶嘛。
咁但係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個上面咪應該係二 E 減五 C 咯，咁咪 dot 咯。Yeah。OK， 即係 yeah。你當然識做啦，呢一啲數，呢啲數當然你係識做。個問題係我做 MC 嘅時間點可以快啲？好啦，十八。嗯、mm-hmm.。你會見到咧 A、B、C、D 嗰啲數咧，全部夠膽死，今次全部都係三 over 廿五。哇！所以我哋就唔會理會呢一啲噶啦。嗱，如果你聽日留意到，MC 日有啲係唔同嘅咧，就要撳題目嗰個數字嘅運算答案，就從而查咁啲。嗯。OK， 好啦。咁、嗯、所以喺我哋眼中咧，呢一條咧，嗰啲數目字就唔需要理佢噶啦。咁、啊、所以我哋咧 ，A 六喺上面啦。A 六喺上邊。而 B 六就系喺下边，好、yes. A 六 A 六，诶，咁做完咯 ，boy 咯 ，yeah，OK，、okay. 即系讲 MC， 纯粹系讲点样可以做快啲嘅啫，好，十九呢一度咧 ，Oh my God， 冇特别，冇特别，冇特别，其实我哋咪系咪咁样写啊？你系写、yeah. 你系写到嘅。即係我都好放心，而然之後咧，我哋呢一度係唔理佢住，然之後我哋再寫，只會寫開上邊，係咪咁啊？嗯。咁所以你會發覺個分十四上面係啦，分子只有十四。耶！咁你話係邊個？咁咪係 A 咯。耶、yeah. ！因為 A 同 B 之間咧，其實好類似嘅，只不過爭個負號嘅啫。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哋冇个，我哋运算中间冇呢个负号产生过，咁所以咪就系 A 咯。Yeah。OK， 嗱，我哋之后有啲唔做噶啦。好，廿一，廿一，亦都系啦。我哋乜都唔理啦，就应该 B 紧 B 喎。系啊，但系我哋可能面色佢下面全部一样噶。我哋可能会唔理佢住嘅。啊，系咯，即系你 A 加 B A 减 B 啊嘛，哇，唔得，我得，点解会系灰色嘅？点解你会用？哦，诶，唔知道，纯粹觉得黑色啲咩荧光笔啫，我唔知。O K， 因为全部都系 A 加诶 A 减 A A square 减 B square， 咁所以分母系唔需要理会，我哋咪斋写个分子咯。所以咪系减五 B 先咯。A 減五 B 啦，所以就已經係咯，得得唔得？ Yeah。 好嗱，呢份其實做完噶啦，應該做完噶啦。係啦，我攞杯水先。好，其餘嗰啲就唔係你今次考一份。Wait， 乜事？好嗱，呢一份咧。第三課我哋都温完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嗱、我哋仲有大概一個鐘度，我哋而家就會係我都見到呢題第一題，呢一個咪就係你 send 俾我嗰份咯，係啊係啊，我哋唔會做曬，我會揀嚟同你做，另外亦都係有啲 MC 咁呢啲題係咪做曬呢題？留意，呢一題其實唔會咯，除非你唔係、yeah. 你記唔記得個答案咯？嗯。你做过？唔系啊 ，A 系枕背嘅啫嘛。我知啊，但系下面嗰个系点样？我睇翻先。唔系，你记住唔好睇答案、哦。我冇啊。嗯，因为你有答案噶嘛，系咪？唔知我点样写嘅字。嗱 ，A part 就系咁样嘅啫嘛，咁咪完咗啦 A part。然之后 B part 啦，其实佢话要 A 加 B 嘅三次方，咁所以系咪即系将？頭先你嗰個答案再乘多一次 A 加 B 俾佢，係咪即係咁啊？係啊，係啊，係啊。嚇！係啊。OK， 呢度。點樣咧？係嗱，前邊係有兩個 terms， 後邊係有三個 terms， 咁、所以你小心啲乘、你最尾下邊應該係有六個 terms， 得唔得？嗯。你寫出嚟。所以就係要咁樣。逐个逐个乘系啦，即系一 A 一 B 一 C， 二 A 二 B 二 C， 咪六个 term 咯。
咩啊？诶，停一停啦，停一停，呢、这个拆咗佢，唔好咁写，呢、这个唔好咁写。我知啊，我知，我知，我知。其实你 A 呀就系呢样嘢。A， 估到啊？拆，我拆到啦，拆到啦。诶 ，A B， 呢度呢度。嗯，呢、这个好好多，顺眼好多呢、这个。真噶，真噶，即系正所谓排英文字母次序，六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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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咯，排英文字母次序，我哋唔应该觉得有困难噶嘛。好啦，呢、这、一个同呢一个系 like terms， 即系可以做运算。呢、这、一个同呢一个亦都系 like terms， 可以做运算。啊、你做化简啦，你写啊，你写，你写。写 A 三 B 嗰啲先，啊佢 delay 都好劲啊，开始佢飘埋上去啦。哦，我睇就冇乜所谓，我睇冇分别，吓、啊、系你写辛苦啲咯，即系你都唔知。等先，翻唔翻去先？翻唔翻去先？哎呀，唔知见到啲热气风啊，哈哈！我已经帮你 highlight 埋噶啦噃。哦，但系唔中意睇热气风，唉。二 A 二点啊？两个 A 二 B， 点解嘅？两个 A 二 B 加一个 A 二 B， 咁会系几多？三个 A 二 B 咯，你咪写咯。就系咁咯，系咩？唉，点解唔系啊？即咁啊？诶，唔系 ，A 二 B 嘅意思系个 A 二同个 B 系黐埋噶，系嘛？哦，系，系咯，唔会有加。哦，好 delay 啊！啊，好 delay， 好 delay， 好 delay。诶。我跌呢度啊！好嗱，其实你呢个答案就啱嘅，你呢答案啱嘅。OK， 咁如果以呢条嚟讲就攞满分噶啦。不过其实我哋可能就会咁写嘅。你见嗰啲 form one 或者 form two 嘅时间咧，我哋会话 express， 譬如系 in descending power of A。即系你 terms 与 terms 之间，你个 A 嘅次方应该系递减紧嘅，越嚟越细，越嚟越细。咁我系啦，咁呢个就会再好少少吓。OK， 好。哦。嗱，时间关系啊，时间关系，我 A 个答案我直接写俾你。A 个答案我直接写俾你。即系咁乘埋乘去，即系一 A 一 B。一 C 二 A 二 B 二 C 咁，你发乘完之后就会变成为咁靓嘅呢条式。你中三真噶？系啊，中三你第一课就学呢一个噶啦。好靓喎！系啊，超靓噶！你第时你要背噶吓。咁我俾呢条式你，时间关系，你试下用呢个答案做 B part 俾我睇。哇！下面有咩事啊？咪就系用 A part 嗰个结果咯。系咪已经写咗俾你咯？仲要系啊？咁你点用？吓，佢呢度已经有咯。咁你点用啊？我唔点用。系啊，嗱，你讲得啱啊。以为呢度有咯噃，咁你咪唔写呢一个咯？咁你咪写呢一个咯？即系吓？明唔明嘅意思？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后边嗰两个 terms 点算？后边嗰两个 terms 点算？点啊？后边嗰两个 terms 点算 ？Oh my god！見到啦，係咪 ？What is that？ 見唔見到？唔係啊，等先咩？等先，叫減埋
咩咁样？后边嗰两个 terms 仲有冇 common factor？ 佢哋有啊。有，咁你咪系几多 common factor？ X Y 系 X Y， 咁你咪抽 X Y 出嚟。咁你负啊？咁就要你自己谂啦，呢、這、一个。咦、你未嗱，你未必知道抽出嚟好定唔抽出嚟好。咁你冇啊？你都要试噶。你抽少咗个负，抽多咗个负，其实冇乜太大影响嘅。啊，系噶。系噶，即系你呢一步唔做，你咪下一步做翻。如果抽翻嘅话，就会系即系咁样啦、啊。然之后，咦？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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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先。小心！未我唔系乜嘢？佢系正嚟噶嘛？呢、這个你写漏咗啲嘢，妹妹，你写漏咗啲好紧要嘅嘢。睇下先，因为好多同学都系咁错，我好惊。X Y X 你抽个负 X Y 出嚟，咁咪 X 加 Y 咯？系唔系？系啊系啊，你继续写，继续写。但系你未改到我话嗰个问题啊？你写错啲嘢，令我考紧。系啊。X Y 喎，先寫啦先啦。寫完未？寫完未？我都覺得爭啲嘢，但我又唔記得咗，我想寫咩本書。好，你呢一個位置你爭緊好緊要嘅嘢。真咩？哦，改唔改到？等先。等阵先，俾我谂下先。即系你仲未知揸啲乜嘢？即系漏咗个，即系我整嘢啦，拉个加。漏咗个加或者漏咗个减。但系我咩噶？啊！因为而家你咁写咧，其实你会俾人觉得你系做紧乘法噶嘛？你明唔明白个问题系咩啊？而家你呢度写，而家你呢度写到好多个括号黐埋晒一齐，咁咪即系做紧乘法咯。咁但系事实上唔系噶嘛。你加个符号咧，但系你呢啲嗱诶时间关系，我讲俾你听，你呢度应该加个正号嘅。点解咧？又或者你可以怎麼改呢？你可以這樣改咯，或者直頭這個括號不要它就行了，最簡單。行不行？這個負 XY 不可以整個，因為負 XY 有負，其實它代表減的嘛。唔系咁，点解唔可以？咁我抽负 x y 出嚟噶嘛？咁点解？点？点解咧？唔系你知道系争个正负号噶嗬，即系加好或者减好噶嗬。我知啊，但系唔系点解要？原先你话抽负出嚟啊嘛，咁你抽负出嚟，咪即系由加变减咯。
等先啊。就咁做呢、這个，咦？点解嘅？点解唔可以成个括住？唔系点括啊？你想你冇问题啊？咪就系同而家一样咯。冇问题啊！嗱，你而家写紧嘅呢一个。其实即是你想写这个嘛，咁同这个咪一样咯，冇问题啊。你疑惑的地方在哪里？诶，等先。啊！唔好意思，等先。系咯，唔好，我唔明你个问题喺边喎，冇问题噶，应该。唔知我，诶，哦，诶，啊，原来点解呢个呢个唔可以括住？哦，括同唔括冇分别啊嘛，因为。咁一开始咪括咗咯，系，但系问题我哋要 ，OK， 但系个问题系我哋要喺呢一度加翻个加号落去啊嘛。如果你呢度唔加唔加加号，如果你呢度唔加加号，呢度咪全部嘢乘埋晒一齐咯。你要加嘅。但系而家我哋唔系加紧啊嘛，呢我哋唔系乘紧啊嘛，呢度系做紧加减噶嘛，成条数喺度。前面呢一度系一嚿数，后面系一嚿数，咁前面同后面佢哋系做紧加减数定乘除数啊？做紧加减数啊嘛。哦，所以系加。所以你咪要加翻个加减号落去咯。哦 ，OK。会唔会因为我蓝色、橙色 highlight， 你以为两个系相乘啊？个题目本身系做紧相加噶嘛？加減噶嘛，啲 terms 有四個 terms 喺度做緊加減咁樣噶嘛。嗯，可以未啊？唔知點做啊，係啊。嗱，而嗱，我寫好啲。其實我哋唔，我哋唔會好似上一步咁寫嘅。其實我哋係應該係切中間嗰個應該係減嚟嘅，應該係咁嘅 ，O 唔 OK？ 嗯。有冇 common factor？ 即係抽分。X 减 Y 咯，系啊，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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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very delay。系咪咁样噶？正确，最后一步。哦，嗱，你谂清楚呢条数，你系咪真系可以？嗯，完噶啦，可唔可以啊？嗯，完啦。唔系，原先搞乱你嘅地方好啲未？好啲啊，突然间work 唔到，突然间系咯，有阵时好奇怪，有阵时无啦啦，明明做得好好地地，无啦啦就会 stuck 住咗。嗱，类似呢一题啊嘛，第三题系嘛，之前讲嗰啲系啲咩嚟？嗱，我讲一次，我讲多一次，记住你唔好妄想或者尝试揾 x 同 y 各自系几多。我哋做完成题数，圈咗一个正确答案，都唔知 x 或者 y 系几多嘅。OK。咁點做咧？佢俾我哋嘅資料咧就有兩個 x square 減 y square 會係二。喂，呢、這個結果好明顯係咁啦，係咪啊？嗯哼嗯哼 ，factorize 到啊嘛。哦、oh,
而 on the other hand， 佢同我哋講話，原來 x 加 y 係八嚟嘅噃。咁所以我哋呢一個，我哋咪寫個八落去咯。你話我聽答案係幾多 ？A B C D 邊個？嗯，你想我幾多？零點二五。係咯，四分之一啦嘛，零點二五咯。哦，我明啦。明啦，係嘛？嗱。之後十一 ABC 我唔同你做，你應該識做嘅。我哋做二十，話俾我聽，二十 A 嘅答案。我見到你支筆頭，好搞笑。你見啊？嗯？呢度。邊度？右手邊嗰度咯，three marks 嗰度咯，見唔見啊？你個原子筆頭。啊，系啊，影嘅时候已经见到噶啦，但我唔理佢咁解咯。OK， 我唔理佢，我见到啦，我知我之前铅笔嚟嘅。OK， 喂，点啊？但我唔想理佢，喺呢度我而家搦紧。得啦，翻去咯。Oh my god, what's this？ 哦 ，OK。如果你覺得自己背式你唔熟咧，你真係今晚再睇清楚啊！知唔知啊？嗯，我爭啲攞 mark 分 pick 出嚟，不過冇啊，真係好彩。咩話？我爭啲攞分 pick 出嚟，我爭啲以為十六有三。OK。難得啊！我都 ，Oh my God！ 好完啦，係嘛？好嗱，記住個 B part， 我想同你講係 B part。哦，有冇头绪？有头绪你做埋佢。X 呢个 Y 啊 ？OK， 咁你做埋佢，你做埋佢。我唔知咗，只有得。尽量写咯，喂，即系啊，起码你一开始发现到呢样嘢，你咪尽量写咗佢先咯。见步行步啦，真系下下一睇下识做咩，好多时见步行步噶咋。你点噶呢个？唔系，咁你咪将你。你先系呢个再乘翻。你咪將你睇到嘅嘢寫翻落去 A part 個答案裏邊咯。你話個 X 係邊個啊？個 Y 係邊個啊？咁你咪照寫翻落去咯。哇！我等先，因為 X 呢個 Y 啊，先，哎呀，咁樣。哎，寫到。Y。你写得唔好，写唔明，应该写唔明。O K， 咦，有啲错喎。No， 哦，个二去边？点解会喺度噶？其实系误会咗有二啦，系嘛？系啊。因为你写嘅系 x 同埋 y 啫嘛，唔会再有二次方。系咯。你继续 expand and simplify， 继续 expand and simplify， 即系都系嗰啲提示噶啦，留意下政府好咯。六 n 加三加八 n 减四，哇，真系啊！写完未？好。未。政府好 OK 啦，冇問題。佢 delete 得好慢，我睇唔清楚，佢未。OK， 加三加七，啲符號陣間先再搞。等先啊，減一。OK， 好嗱，呢度你要留意，你要留意啲咩咧？你要留意運算員。我符號咪執翻出嚟嘅。係啦，你運算員睇下佢哋各自仲有冇 common factor 可以抽出嚟。咁今次冇噶啦。冇啊。呢個答案。咁咪抽埋出嚟啊？唔使抽啊？符號啊？你話？哦，冇咯，冇搞咁嘅嘢。冇，唔係你最多係寫成為咁樣嘅啫。最多係咁嘅啫。最多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是想我们即
啲符號偷曬出嚟咁咯。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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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雖然話我哋有個傾向就係想嗰啲符號會越少越好。咁我頭先我南北最後寫一步咪就做到咁樣。嗯。OK， 好啦，嗱，第二題唔同你做，我淨係想問你呢一度。邊度？問唔問我咧？其實問同可以唔使問嘅。我諗第三題你識做咯，可？因為下邊有啲仲難少少。Expand 出嚟，然之後再我寫俾你睇啦。Expand 出嚟啦，咁就會變成為咁咯。咁好明顯咧，就要睇 x 一次方嘅 terms 咯。好明顯係睇 x 一次方嘅 term， 呢兩個係 x 四 a x 啦，唔好寫四 x a 啦。嚇，是但啦。咁所以我哋會有負四 a 加一等於負五，呢個你 O 唔 OK？ 嗯哼，呢個你 OK 係嘛？冇曬啲 x 嘅，你 OK 嘅係咪？嗯哼嗯哼，啊咁啊計到噶啦，好詳細唔再講，因為下邊仲有啲再難少少。好呢一度，好第六題，你話俾我聽。你告訴我，它應該是 perfect， 它應該是 perfect square 還是 difference of two squares？ 答不答到我？應該就difference of two squares 定係 difference of two squares 啦。嗱，如果你肯定嘅話咧，就查咗 C D 啦，係啱嘅。B 應該係。而然之後，你是但乘開一個咪得咯。It's B。啊 ，A 呀、啊？應該係 A 呀、啊。喂，你是但乘開一個負五乘五係負廿五咁咪 A 咯。負五減咩？點解 X 咩啊？負五乘五喎。唔使抽個負出嚟咩？唔係啊！如果我哋 expand 嘅話，咁係咪有四個 terms 啊？咁如果呢個咧變咗做，哇好亂啊！不過跟住個負就唔可以用啊！我哋乘開佢啊嘛，你做乜再抽個負咧？即係如果係嘅話，嗯 ，OK。是吗 ?OK, 喂，第十题你查了是不是已经做到的了？做了吗？之前是不是上次我做了的了？好，那15我想你都做到的了，15我想你都做到的了，就是不算有什么太特别了，15题特别少少就可能是 B part 咯，就是因为 B part 呢一开始未common factor 先咯，乜都未做已经有三 x 呢个 common factor。common factor 先，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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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之后咪拆三 x square 减四 x 加二咁样咯。吓，咁啊，先就完咗咯。suppose 已经做完噶啦，应该。OK， 好啦，我想同你做嘅系第十六题。嗱，因为你特别在于你哋学校 fill in the blank 啦，即系有 fill in the blank 啦。咁所以咧，你可唔可以好快話我聽個 P 係？可以做，可以做。唔計個，即係唔使用筆計嘅個 P 係幾多？三。係個 R 咧 ？R 應該係負二十。負二十嗱，如果以呢一條咧，你咪想乘開佢啊？之後，嗯。啊嗱，乘開佢咧。嗯當然我哋係要乘開佢嘅，但乘開佢嘅時間咧，你只需要睇呢兩個就得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啊，咁所以個 Q 係幾多？九 X 十一啊嘛，傻咗，十一啊嘛。我講完自己咯，我講完自己咯，呆咗。OK。即係原來我哋做 MC 或者 fill in the blank 啦，即係你學校特別係有 fill in the blank 啦，或者 MC 嗰啲咧，我哋未必需要真係慢慢乘開。其他學校冇咩？其他學校未必有 fill in the blank 嘅，未必有 fill in the blank。我哋有喎，真係。係啊，嚇！好啦，嗱，都係啦，時間關係，我寫 A part 個答案俾你，我寫 A part 個答案俾你，然之後你諗下 B part 點做。B part 點做 ？B 啊，係 B
Bye. Bye. 係加翻個十六 Y 二上去咧。唔會啊。點咧？啊，會唔會加翻個十六 Y 二上去咧？咁但係加咁即係點先得㗎？个问题啊，嗱喺呢一啲数咧，咩话？哦耶！有冇头绪啫？呕咗啊！唔知啊，唔知啊，唔知系咪？我俾个提示你好冇？我上緊堂啊！哦 ，OK， 你喺 A part 见唔见到？唔系你喺 B part 见唔见到 A part 嘅题目嘅出现 ？B part 见唔见到？三 x 减五，三 x 多咗个四 y 喺度啊！好啦，嗱，我帮你写一步，我帮你写一步。咁可唔可以叫你加翻个四 y square 上面？唔系，其实我可能唔净止帮你写一步，我可能写多一步。这个你可不可以？加四 y 再加四 y 啊？唔系，这个你可不可以？这一行你明明点写出嚟？听日你考咩话？我记得你唔净止考数学噶嘛？作假啊！未温啊？未温定系未温晒啊？未温晒。未温晒咋系嘛？但系咧。要温我要即系比较长个 part 我未睇过，所以有啲担忧，有点而担忧。O K， 常识嚟嘅啫，加油咯！好喂，有时候呢啲常识咧唔会谂到。喂，呢步你明明点写出嚟？系，咁你有冇头绪？下一步会点做？我觉得佢系。点啊？你有冇讲嘢？我听唔到头先。嗰个上面有咩用嘅啫？嗱，快啲啦！嗱，时间关系啊，如果真系好冇头绪咧，我就写俾你睇。我唔知啊，上面嗰个有咩用啊？系啊，用噶啦！嗱，我写，我帮我写俾你睇好唔好？哦。O K。诶。啊，我蓝笔写呢部你冇问题噶嘛？等先，二三 x 嗱，写埋呢部你识做噶啦。哦，识做啦，系咪？切，咁冇办法啦，头先谂唔到啊嘛。好，你做埋落去。睇下做唔做到。好长啊呢、這个。系噶，系噶。六 x 减十。呢个咩啊？六 a 减十，跟住个四 y， 咁都系搞嘅。好长噶系。所以咪要咩廿四 xy 咁样？未必好靓噶答案，嗱你慢慢写啦。即系咩先？等先，系咪先？即系要乘开晒佢咯，真系。系嘛？我廿四。What？ 唔系嗱，呢度有三个 terms 噶嘛，其实一个啦，两个啦，三个。咁你第一个已经系啊，你第二个乘开佢而家全部，第二个系乘开晒佢噶。因为你冇得谂噶，你要 expand 啊嘛，咁梗系成开到散收收咁样噶，即系呢个系我哋冇得选择嘅。减四十 y 应该系哦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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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留心。
刘生，其实有冇得 simplify？ 睇紧。有冇 term 可以做加减运算？睇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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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紧。Oh my god, what is this? 睇下先啦。X 有冇得同 X？Y 有冇得同 Y？XY 有冇得同 XY？ 都冇喎，佢哋冇关联喎，佢哋。所以咧 ，This is the answer。所以呢一步已经系答案。OK，OK，好，冇问题啦，系咪？嗱，23我谂你冇问题噶啦，23唔做，2411唔做，好呢一度。哇哦，边题？嗱，呢一就系 MC 啦，系咪？咁最主要都系考我哋反应嘅啫，最主要考反应嘅啫。第三题答案系 C。C， yeah。原因系因为其余嘅都唔系 perfect square。总之，好明显唔系啦。总之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第四题，你答我 A 几多？唔使计就咁望。A 系一 ，A 唔会系零啦。好啦，咁啊 B 系七定负七啦 ？B 系负七。OK， 好。嗱，第九题亦都系嗰一类数啦。睇一睇，第九题亦都系嗰一类数。九题咯，系咪觉得好笑咧？九题第九题突然间满意 skip 咗第十五题。OK， 因为佢 skip 咗啲，佢 skip 今次唔考啊，或者咩嗰啲啊嘛。嗯，系啦，呢个系啦，或者佢系喺几系啦，或者佢喺几份卷里边裁出嚟噶嘛？系我应该知道啩？系嘛？我应该知道啦。吓咩咗咧？哇！抽到啊！抽到啊！抽到 ！OK， 又真系最初嗰个差唔翻嘅，睇得翻嘅，但系啲 delay 其实有冇查到啊？未拆，我帮你拆，拆咗。唔该。哎呀，等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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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加七 Y， 因为X 加五七 Y 应该系咁噶嘛，系咪先？跟住佢嗰个系四啦，所以嗰个系九咯。得唔得？九啊九啊九啊！我谂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咧。其实出硬嘅，因为你哋真系都好中意出呢一类。OK， 冇乜所谓嘅，冇乜所谓嘅，其实就吓。OK， 即系最主要你唔好吓亲啊，得咁多事。好啦，嗱呢题都类似啦。A 系几多啊？睇下边度啦。哦，哇哇 ，OK OK， two C 咧 ，C 系负十二。嗱，我哋必定系由最容易嗰啲入手嘅。咁之后个 B 咧，咁 X 就系四 X 同埋三 X 都系。点会啊？睇清楚。哦，系喎，八 X 喎，即系五。系八 X 之后减三 X， 咁所以就会系五。五。OK。我想听下你大机会都是那些 careless， 即是希望不会啦，希望不会啦，但有时候就很难避免的。OK， 喂 ，determine whether 是不是 identities 那些 lef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没什么特别啦，是吗？OK， 好，嗱呢条可能就烦少少啦。咁我真系要 lef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呢个，因为首先佢要写 step 啦。首先因為佢寫 step 咯，但係都白痕少少啫，其實呢條唔難做。哎呀，死啦！我打出去添。做咩事？跟住佢四 x 嚟嘅噃。所以 the constant 应该是零嚟嘅喎。系啊，所以咧，所以应该系
咦？點解佢有兩個 X 嘅？啊 ，gotcha， 所以佢係負六咯，嗰個係。我唔知啊，你一次做曬先啦。揾到任意嘅一個 unknown 未啊？咪揾到咯，咪。OK。个 A 系写到咁噶喂，我之所以不系负六嚟嘅呢个，个 A 系，哇！我睇下啲咩啊？个 A 系负六，唉 ，OK， 好啦，哇！得啦，好，OK， 好嗱，都系啦，第二十题，我 A part 我写俾你睇。然之後，你亦都係諗一諗 B part 點做？唉，個 A 喺度插嚟插去，點啫？點啊？唉，好類似同頭先嗰一條亦都係。佢個嘢喺度插去咁，其實佢又乘翻加 A， 乘翻 A 又減翻 A 咁，算點咧？有冇睇到啲咩玄機？A 咯，烦住晒咯，直言到。即系点？哦，会唔会系咁咧？嗯，应该啱咯。OK 啦，继续啦。啊呀！我不应该用这个先。继续啊，啱啊，继续啊，就是做完的了。嗰个系咩嚟噶？死啦！吓、啊！我等先，我做乜嘢啊？我做紧乜嘢啊？哦，咦？真系噶喎？点解会咁噶？咩意思？你仲未睇到点做咩？喂！真系喎，我真系唔未睇到点做，真系。你明明有中括号，我唔知点解你拆咗佢第二步，好奇怪。我忍唔住帮你拆咗佢第二行。第二行，你根本第二行你写得好嘅话，你做完啦呢条数。第二行系咁噶嘛，应该。见唔见到啊？先再讲再讲。你慢慢睇下第二行，睇下知唔知點解係咁？咁你揀 A 二一陣先。而家 B 二啫。哦，係啊。係咯。係真係啊。係咪啊？傻咯！嗱，亦都係啦。大機會你聽日係會見到呢一類，因為你哋係咯，基本上係。仲有冇？哦，仲得完嘅 ，Soga。咩？要写翻少少嘢啦。咁啊，就系要系咪？咦？点解拆咗下边嗰行嘅喂？系咯。咦？嗰行唔啱咩？嗰行？唔系嗰行啱啊！即系嗰行唔使拆嘅意思。嗰行啱啊！嗰行。嗰行啱，但系嗰行你未写完啊嘛。啱噶。你未写完。系咪啊？头先嗰行你未写完啊嘛。啱噶。嗰、那个啱嘅，原来啱嘅。我仲拆咗，点解我要拆咗佢啊？好得。笑死！我整完出嚟，跟住再翻去原本嗰个。O K， 咪就系。不過你哋係成日都會係咁嘅，唔知點解。好嗱，答案咪就係呢個咯。
因為你寫到最尾呢三個呢四個 terms 呢四個 terms 似乎係冇得 factorize， 咁所以你咪答案咯，得唔得 ？Hello， 嗯哼，聽到啦，係咪？好嗱，同埋咧嗱，雖然話你哋學校好中意出呢一啲啦，咁當然我想你到時識做啦。咁但係到時如果你到時如果你唔識做，或者你唔肯定個答案係唔係咁，比較擔心第二課咯。唉，咁可以點算？其實我哋可以喺草稿紙。哦，你 send 啲 exercise 俾我啦，你俾我，你 send 啲。你仲有時間做咩？朝頭早啊，聽日。唉，唔好啦，唔係，同埋唔係啊，未講完啊，同埋啊。誒，要啊，唔係好。咩啊？你要就停，需要我朝頭早。你有啊？未嗰幾本咯，未做曬噶嘛？我哋邊有咪做曬？哦 ，OK。係咪啊？我乜起碼嗰啲 challenging 嗰啲，我哋冇乜點，即係冇做曬噶嘛。喂，未講完啊？呢啲 expand 嗰啲咧，到時你唔肯定係咪咁做，你可以自己喺算草紙嗰度直接用翻 form one 嘅方法去乘開佢，硬爆佢。OK， 起碼可以 check 到答案啱唔啱，明唔明嘅意思？明唔明啊 ？OK。跟住咩四 B 二就乘翻，再乘翻五，跟住再要再乘。系咯，即系一 A 一 B， 一 A 一 B 一 C， 二 A 二 B 二 C， 三 A 三 B 三 C 咁啫嘛。即系可能系好烦嘅，但系个答案应该肯定啱嘅。尤其是你本身乘开，你嗰啲正负号比较少错，咁应该就我哋 form one 嘅时候系咪真系就咁乘噶咋 ？form one， 唉，你哋嗰时都未有方法去，你哋未有方法，又未有所谓公式，咁系啊。咁但系嗰阵时又唔会叫你乘开啲好复杂嘅啫，咁又点解第一次好似做过咁嘅？可能系做过类似，咁但系你记唔记得点做？定系冇乜点做，咪真系做咯？第一題咧，其實係有特別方法。你有講你，我記得你有講過係點樣做嘅，但我可能唔記得咗。O K， 嚇，咁我記得我教過你嘅，啊，而個方法其實係中四嘅，同埋我提過你，我提過你呢一類題目咧，你要留意呢一度有冇 sum of two squares， 即係點？sum of two squares 就係啲二唔係咯，所以應該係呢個嘅。不過你唔記得咗已經。好多時咧，啲 option 係會放一個 sum of two squares 喺度嘅，即係咩叫 sum of two squares 咧？例如咪四 x 二次加三加三啊，加九啊咁，呢啲咪 sum of two squares 咯，即係得一個二次方，然之後呢度相加嘅。呢一個必定冇係冇得 factorize 嘅。你一記，如果你見你如果你見到有咁嘅款嘅一啲 expression 或者 polynomial 咧，唔使諗，打考察。OK， 然之後我提一提你點做。即係雖然好多同學就會話，其實好容易睇啫嘛，咁即係咁咧。其實原來咧，我哋係會當呢個等於零，然之後揾個 x 出嚟，個 x 就會係三 over 四，然之後就會將個 x 等於三 over 四代翻曬落去，係零嗰啲先係答案。咁呢個會係零嘅。我睇先，點解係三 over 四？我記得你有講過俾我聽，呢個三 over 四。咁所以，喂，唔係喎，唔係你，點解三 over 四？點解三？你好似做錯咗喎，你好似係嘛？唔係，點解係三 over 四嘅？我哋會屈呢一個 polynomial， 我哋會屈呢個 expression 等於零。我哋會屈等於四 x 減三等於零。係啦，咁樣計個 x 出嚟。點解等於零嘅？呢一個咧就中四先教噶啦，即系點解？總之就係呢啲咁嘅嘢咧，我就要做就啱啦。OK， 就係咁。係啦，總之呢類方法咧，咁做就 OK 噶啦，得唔得？好。嗯哼。咁啊，十一冇問題，我呢度最後啦。好，十九。做埋 A 啦。OK。要做啊！下面连住最憎呢啲嘅啫。
你话最惊第二课？系啊。Rearration， 你系你系惊嗰啲文字体啫，系嘛？系嘅，系真系唔中意咯，系真系好烦，唉，真系。哦，明啦，挂。O K。应该系。咦，阿哥哥系咪屋企啊？喺屋企啊。哥哥啱 WhatsApp 咗一条问题俾我。嗯。哎，这个好烦啊，又。Bitcoin。啊，咩嚟噶？嗯，做到咯。好担忧喎。做到啦，冇问题，冇问题。你唔咪先，咪先，咪先，咪先。然之后咧，然之后点做啊？够啊，够啊！点啊？有冇 common factor？ 即系都系问嗰啲问题噶啦。有冇 common factor？ 啊啊 ，common factor！ 点解我会唔记得呢啲嘢噶？唉，真系。系咯，做做下做到晕咗，明明啱我仲做紧。哇！真系啊，俾你一问呢，即系失望。应该冇啦啩？得唔得？呢个咪答案咯。好啦，嗱，我哋仲有十分钟左右。咁我哋，你系咪想做下第二课啊？系啊 ，better。即系 rearrangement 啦。我谂你想做文字体啦，系嘛？即系我谂你唔系想做 MC 啩？是吗？不是的，文字體。即是文字體，我想最主要是 racial 和 proportion， 是不是？唉，總之這個第二課整課都恐怖，總之就。OK， 但是不是，有些是運算那些呢，運算那些呢，我想你應該會好一點的。OK， 啊，我們時間關係，看一點點，三十。The volumes of water in containers A and B ratio. F. Yeah, say. 跟住 B. 你清楚佢同我讲咩运算 ？Oh my goodness. 我觉得。我哋系咪用 K 啊？我哋要用 K method 啦 ，K method 啦，好啦。我明啦，咁原先呢一度就四 K 啦，咁呢十三 K 啦，之后咧，跟住就系十三。非常好了。因为单位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影响，没有效。这里没有，之后咯，都不是那样。之后要整，之后要升 K， 今次的单位是一样的。不是，已经是说要找回 13K 出来。唉，一会先再算吧。小心啦，系啦，因为有啲倒咗落去，又倒翻过嚟啦，咁所以两个一个加一个减嘅，呢个你小心。好多同学净系记得加就唔记得减。所以咧，哇，好混乱啊！二十 K 加。留翻计数机出嚟先，有阵时唔识。
哇，佢 delay 都好紧要，所以佢系咧，我写嘅嘢同埋佢出现嘅嘢出嚟咧，系叠埋咗一齐，跟住我劲混乱，睇唔到完全。O K， 咁而家可以未？未得，但我依然写到嘅。O K， 等先，我咪写错嘢啊？系啦，唔怪之啦。咁咪咁嘅啫，原来我睇唔清楚佢嗰个，等阵啊，等我心等候一下，哇，唔该，好，喂，你部计数机点啊？唔耐嘅，好啦，嗱，小心啦，因为佢唔系啊，因为佢 delay 啫嘛 ，delay。嗱，你计到 K 系廿八啦，咁当然个答案你记住，个答案我哋可以 check 翻佢嘅，点 check 咧就用 answer 掣啊嘛，摆翻落去啊嘛，咁答案都啱噶啦，吓，记住 the original volume of water in container B， 咁即系13 K， 咁啊 cm cube， 同埋你记住一开始咧，我哋系要 let 嘅，啊 let。The original volume 系喎，吓咁，不过呢度唔写啦 ，OK， 时间关系，好啦，唔写啦，好啦，我哋我停咗啦，已经要停咗啦。OK， 我哋尽快做多一题 proportion 啦，但系我冇记错啊，17题我哋做咗噶嘛，系咪啊？系咪啊？上次我哋做咪就做诶做呢条啊，十七。如果唔系做呢条，不过我怀疑你哋未必会出到咁深。我懷疑你哋未必出到咁深。我記得佢有，我記得我哋有講類似嘅嘢，因為我搞勁耐，我記得。嗱，即係唔緊要啊！我哋照做呢一題，當我搞唔清你又。當我講，即係當我講多一次俾你聽咯。OK， 當我講多一次俾你聽咯。嗱，呢一度係講咧，嚇就 to be a stake 啦。咁然之後，如果廿五個人就做十五日，係今次得呢兩個數字嘅啫。人数、日数，今次系得呢两个资料。人数、日数，你觉得呢两个数应该系相乘定系相除？咪系，会唔会系二十 days 啊？要用？唔知喎、啊，要计喎、啊。咁我问你嘅就系、是，你觉得？因为我将廿八乘十五再除翻廿一。O K。即是你觉得这两个数是相乘的廿八同十五。你一个人即刻不觉得。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廿八同十五是相乘的。不介意啦，工时来的嘛。个意思你一个人你咪做咁多人。所以廿一咯，除翻。乘翻某个未知数啦，是不是、啊、又或者你啱讲嗰个呢，咁答案几多？二十咯。OK， 咁所以二十咯。啊，咁當然啦，亦都係要 let 嘅，或者你就唔 let 啦，你咪直接廿八乘十五除廿一啦。好，今次就話啦，如果我哋原先廿八個人啊嘛，走咗七個，剩翻廿一個。啊，咁但係 after 9 days of work， 係喎 ，from the start， 咁就問剩翻嘅要幾多日可以先完工？呢度少煩啊！我呢個咪有啲。之前評估類似出過咁嘅嘢，係咪啊？呢個有少麻煩，搞唔掂嗰個雞字。原先廿八，原先廿八人做就做十五日完工，點知做做下去到第九日之後，其中七個人走咗。OK， 咁我就咁講答案俾你聽好冇？好。原先工時總共係咪要咁多？原先工時。而然之後，我哋已經做咗九日 ，OK， 我哋已經做咗九日，廿八個人做咗九日，係啊係啊係。咁所以剩翻嘅嘢咪咁多咯。哇！等陣，哦，呢度係剩翻嘅工時。誒，咁多工時，咁多工時，啊，係係係係。然之後呢度咪二十乘 Y 咯。二十一系廿一，因为七个人走咗啊嘛。哦，所以廿一
咁所以个 Y 就有八啦。你谂下明唔明？我明白了，我呢个明白了。即系讲嘅系个工时吓、啊。哦，我真呢啲啊。你明唔明啊？我真呢啲。问心我都觉得系困难嘅。唔系先啊，其实咧，我成日都讲话，究竟点解要乘开佢个工时就系咁多咧？其实唔系，其实你系要谂咧，佢俾你呢啲资料咧，佢必定系有某啲数字系乘。或者是除是一个 constant 来的。为什么要乘呢？第一点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工时。他的工时不是15，为什么还要乘回20？不是啊，讲的是整份整个 task， 你要需要多少个工时去完成。不是15个，因为他有8个人嘛。不是啊，那就乘咯。唔系，佢用15日廿八个人就做完咯，系咪先？如果佢用廿八个人就做15日，咁所以总工时系咪应该系廿八乘十？呢个 proportion 啊，系喎 proportion 系咪啊？必定就系、必定就系考虑系乘定除，个答案系用 constant。咁譬如今次佢俾嘅系人数同日数，咁佢哋相乘咪应该系总工时咯？数学真难。咁你对应嘅人数同对应工时乘埋，咪就系应该系一个 constant 咯，得唔得？可唔可以？数学真系困难。好啦，仲有冇嘢想问？冇啦。不过唔系，你仲有时间，听下你考晏昼啊嘛，系嘛，或者晏啲啊嘛，系嘛？系啊，但系我11:00出门口。唔系咁，即系如果你仲有要问嘅，你就 WhatsApp 我啦。我今日8:00。O K。今日两科历史科，系咪好顶咁样两科？又系嗰啲编排，点解会编到咁嘅啫？星期三放假咯。O K， 咁都好啊。但系冇用噶，系讲真系冇用噶。我都记得冇用，因为一齐执落去。你要好易 mix up 嘅，一直执落去。O、okay. K，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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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就你有啲咩做咯，先我啦。祝我好运啦。O K 嘅 ，O K 嘅 ，O K 嘅。祝我好运，祝我好。我哋唔使好运啦，唔使好运啦。O K。祝我好。有实力噶嘛，系咪？是。啊！朝头早咧，跟住佢考，我觉得我会神志不清，我脑仲未开。哦，咁 OK 啊，今次硬考啊嘛，我就睇下你今次会唔会考好啲啊嘛。唉，好啦，咁有咩事 WhatsApp 我啦。OK。好啦，唔俾心机啦。